心，海底鲸鱼的沉睡，音响星河在我蓝色的心岸停泊，远方的诗歌藏进漩涡，下雨泪中会化作泡沫，想念的云随着风轻落，我依然记得，心在天高海阔，煮灯火一起看日落，谁的梦来，你说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能不能等人把话说完？你是打算亲自给娟爷套麻袋吗？你从哪儿找一个能装三四个人的箱子啊？就银饰店那么大的地方，箱子放得下吗？也不是不能找，能装下你就不错了。你这根本就不是惊喜，是惊吓。下一个。没有任何可行性，下一个。你俩在这儿一唱一和的，你俩说呗。所以说，娟爷她以前都不过生日。但是我已经想好送他什么。你说他以前都不过生日是因为他舅舅吗？小时候娟爷他舅舅也给他过过生日，而且我还记得那蛋糕挺好吃呢，可是长大以后就没有了，我也不太记得。那你说你想好了送什么礼物啊？我准备送他一个能刻章的硬石，我给你看。怎么样？这个好啊！古时候十八岁可是成年礼，人们可以凭自己的姓名对世界践行承诺。我为了这个礼物费了老长时间了。嗯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而且，娟爷她自己也会雕刻，她自己想刻什么就刻什么，完美。你这也太不够兄弟了，啊！你这蓄谋已久啊！你还跟林雨静一起合起伙来取笑我？那是你自己没想好，而且还有时间。你这么了解你家娟爷，赶紧想想他最缺什么。我家小娟娟最缺钱，他最缺觉，那我也帮不上忙啊。缺觉这个好，是不是林雨香？既然他不喜欢过生日，咱们就变通一点，不在当天过，在前一天过怎么样？前一天，我觉得可以。你们不觉得他太不像一高中生了吗？我第一次见他还以为他是个社会哥呢，什么赚钱打工学习，就没有他不能做的事儿。就像你们说的，卷爷无所不能。嗯，说起来卷爷比我年龄还小一点。嗯，我一直把他当大哥。所以啊，他就是活得太辛苦了。你说成年人能做的事儿好像他都经历了一遍了，那咱们不如就让他在十七岁的最后一天再体验一下未成年人的快乐。这可以。那我们就想怎么让他快乐。嗯，可是我对这地儿也不熟啊，怎么快乐啊？你不熟我熟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来安排。嗯，保证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不过这个礼物既然我来安排，那就当是我送的啊。你再另想一个别的吧。你还能不能再无耻点？
这截胡的吃相可真难看。哎呀，我们林林小姐姐这么聪明，你肯定还在想一百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猪脑子，我真的一个也想不出来了。求求你了，你就把这个给我送吧，好不好嘛？舅舅那边我去说，然后到时候把徐如意叫上，一起给卷爷倒数，过他18岁的生日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自己想吧。想不出来。背着我说什么呢？学习，学习。嗯，先吃饭再学习。我先吃饭。来来，吃学点儿。好吃点儿，谢谢。谢谢，再见。那个沈娟的生日会，我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我不知道送他什么礼物。不用送什么礼物，咱们就一块吃个火锅，去的人各自带点吃的就行。哎，你上次给我们吃你老家的那个拌饭酱，我觉得就挺好的呀，原生态农家菜，想吃都吃不到。嗯，好，那你呢？我本来想了一个，让王一阳给抢了，现在还没想出来呢。你有什么好想法吗？那我还能问问谁啊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指点你。我觉得就送点男孩喜欢的吧，比如无人机什么的。别人过生日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过生日就是会办一个大 party， 然后大家一起吃吃喝喝，我就收礼物、收红包什么的，很热闹、很开心的。那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一般就是一家人一起吃一顿饭，然后呢，我妈妈亲手给我做长寿面吃。长寿面有什么好吃的？嗯，不就是面吗？嗯，我妈做的面比外面面馆的好吃多了。你要是想吃的话，下次带给你尝尝。那，你既然要给我带的话，我就尝一下吧。好。嗯，徐如意，你说的对啊，至亲的人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带电脑来教室干嘛？为什么不在宿舍做？宿舍里的人都睡了，不太方便。你问我要沈娟舅舅资料干嘛？给沈娟的礼物，我想到送什么了。太好了，嗯，给我看一眼，给我看一眼。我怕你盗取我的创意。我可以给你帮忙呀，我会剪视频。给沈娟的礼物，我想自己动手。什么意思啊？走吧，过河拆桥是不是？怎么还不错呀？出去，把门带上。
大舅，你怎么来了？坐，快坐。哎呀，这是大舅呢送你的生日礼物，打开看看。哎呀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三天之后呢，过生日了。大舅呢，就能正式的把这家店交给你了。过完生日，咱们去工商局啊，把这名字改成你的，这样大舅就算是正式完成任务了。谢谢大舅。舅舅总有一天会回来，在他回来以前，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变，这上面的名字也不会变。行，今天不谈这个。这大舅忙活一天，哎，我有点累，我先回去啊。记得锁好门。成人，咱们去哪儿啊？我都准备好了，小叶又让你们开开眼啊，看看我们古城人民的童年是怎么过的。那等着你的惊喜啦。现在最后一个问题，怎么叫他出来啊？你该不会是根本没想过吧？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是真没想，不是，哎呀，求求你了，小玲老师，帮我想一个呗，求你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怎么都不进来？我们等他，他有话跟你说。嗯。那个，建爷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
但是只能去浦城商场说。俊爷，我拿个包。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，这才是兄弟。你准备惊喜在哪儿啊？我记得就在前面啊。哎，这儿的。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？不是你干嘛呢？噔噔噔噔！俊爷，这就是我对你说的话。审卷，实习岁最后一天，快乐！怎么样？你这礼物啊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惊喜不意外。王一阳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咱不是说好要给审卷准备未成年的快乐吗？这玩意儿多快吗？这。俊爷，坐车下车呀、啊！来吧，俊爷，坐车。我不坐啊，丢人。我也不坐，我以后还不省混。俊爷，何宗堂，你也太失败了吧你！坐吧，人家王一阳准备的还行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不是好什么，我腿都伸不直。给你俩拍一个啊，沈娟。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这视频我得珍藏起来，等你头发白了再发给你。那你要是你自己说话啊？那你笑一笑啊！你坐下吧你！不要在这儿坐着，他就逃过去，不可能！我宣布，第一届卷爷竞速杯现在开始，赛场总共一圈，最后一个人叫第一名，一个学期的挂吧。三、二。拜拜！哎呀，太有趣了！你给我耍赖是吧？不是说不玩吗？啊，这不是今天挺诚实的吗？你耍赖跑那么快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跑不了了！记着，输了的叫什么啊？别忘了！掉了！一学期啊！哎呀！王一阳，你耍赖是吧？挺喜欢王一阳的礼物的呀，从来没看见你这么开心过。除了什么？就从来没见过。合着我以前的脸就特别臭是吧？啊，不然你以为开学大家干嘛那么怕你啊？其实我本来挺羡慕现在的你的，觉得终于成年了，可以自己选去哪儿上学，和谁做朋友。还有一家自己的店，特别酷。不过今天我觉得
好像还是小时候的沈娟更自在一些，可以无忧无虑的，有人关心她，保护她，而且还爱笑，笑起来还有俩梨窝。你见过我小时候的样子？我都不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样子了。我没见过，我看你今天的样子想象的。反正我就是希望以后你每年的生日都能像今天这么开心。那你的礼物呢？能让我开心吗？李静，过来，快点！你看，粉色的大金鱼。想多了，我没钱，没给你准备礼物。可，能不能跑快点？别催。哎，你拿着手机，我帮你拍。拍好看点啊。好。赶紧赶紧，走走走！我教你的动作呢。我教你的动作。踢上去，腿踢上去。我教你的动作。我今天准备这小车，怎么样？太幼稚。那你的呢？你的拿出来呀。哎。早来了，哎，来了，没事就早点来，正好等你们。你从老家带来了？嗯，挺好闻的，配火锅肯定好吃。咱们今天都放开了吃啊。谢谢你们赶过来啊。蛋糕来喽！呀，你们都回来了？有有。哎呀。行，沈娟，咱们家可好久没这么多人了，咱得好好庆祝一下哈。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，大舅都觉得年轻。舅，你又不老，你说这话。我就喜欢你这张嘴。坐坐坐啊，坐。沈娟，同学们来给你过生日，啊，长大，大舅为你高兴。大舅，我知道你说啥啊。咱们今天呢，就好好的给沈娟过这个18岁的生日啊！开吃。哎，那东西菜还没洗，菜还没洗呢。来来来，给我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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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。那我帮你啊，帮你。行行行，来来来来，我去，我跟你洗，我跟你洗。行行行，啊。你要吃什么药啊？麻酱。哎。哎，大舅还有话要说呢。啊，该说的也都说了，那咱们就祝沈娟生日快乐，来干杯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Thank you.
出现心肺功能衰竭症状，赶紧准备手术。是，通知病人家属。舅舅情况怎么样了？顾医生已经和监护人取得了联系，获得了手术同意书。你舅舅已经在手术室了。他情况怎么样了？他肺功能之前就不太好，我们一直担心出现这种情况。不过你也别太着急了，顾医生会尽力的。
刚刚是王一阳来的电话，他跟大舅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其他的事儿和苏南都安排好了，你别担心啊。许个愿望吧，我听人说，点蜡烛的人和吹蜡烛的人同心许愿，愿望就肯定能实现。其实，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的。本来想等12点整的时候再给你。我这个礼物呢，用的是舅舅教你骑自行车的视频。舅舅放手后，你开心地喊着"舅舅，我做到了"的时候，他一直看着你，脸上是担心，但更多是骄傲。他担心你受伤，骄傲你每次成长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啊，舅舅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更期待你18岁的到来。阿俊，生日快乐。虽然这个是用声音克隆软件做的，但它是视频里舅舅的原声，我相信他肯定会醒过来，亲口对你说一句。沈娟，生日快乐。我现在许愿还来得及。Thank you.
清河，以后孩子就交给你了。没事的。阿娟，要不要来继承舅舅的这个银饰店？没睡好吧？医生不是说了吗？手术很顺利啊，别太担心。来，把豆浆喝了，喝完回去睡一觉，去上学。我想多陪他一会儿，待会儿我直接去学校。你去学校，你不也得吃点东西吗？吃个鸡蛋，啊，油条。开始上课啊。同学们好，坐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。老师再见。明天再见。舅舅怎么样了？还在术后危险性。你别太担心啊，舅舅肯定会没事的。你要不请几天假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？看你挺疲惫的。对啊，你这落下的课可以后边再补，身体最重要。别担心，你回去是。沈娟呢？她怎么样了？大舅刚刚来消息，说探视时间是下午两点，沈娟去医院了。舅舅刚出来，去层流结晶病房了，但医生说要72小时才能确认有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他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咱们得想想办法帮帮他。是得想想。层六结晶病房的探视时间每天早上9点半到10点，其余时间的话只允许在外间探视，别待太久了。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娟娟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还好吗？
这个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这是我在舅舅的设计图册里看到的，觉得这张图案好漂亮，好别致，就想试着做一下。这个叫花丝，是用数百根丝一样细的银子叠成了立体图案。不过这个花丝工艺呢，对于现在你而言还是有点困难。舅舅跟你一起做。嗯，我想一个人弄，因为舅舅生日就快到了，送给舅舅的生日礼物一定得是我自己亲手做出来的。只有你的，舅舅等你，只是不是现在、现在你还没有力气勾好这个花丝，得等到你18岁成人之后再做出这个物件当做生日礼物送给舅舅，好不好？嗯，那我不会让舅舅失望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很久没有这样放肆的笑过，也没有这样痛彻心扉的哭过。如果有魔法，我多想做一天无忧无虑的小孩。心事在眼眸流淌，我们未完的故事写到哪儿了呢？多想拥抱你啊，想和你一起追梦，是心我的彩虹，多想温暖你啊，想陪你看世界最美的风景，我们说好的不散不忘不分离，你想听收藏，我们洗清枪。